一食一相，粮食称象。父亲，这道题壮儿解不出来。祖义，哼，目光所及，短寸之间。没有我，你得不到白皮呀。
雷杀，明以洞察，折以啊，我只是 没把图层放到，其实刚才你也能看到聊天。哎，对了，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桌游志第100期，没有谋略，身份大帝够的。身份大帝上书了，仍是百姓，吾自有流离失所，更能体恤。女粉丝们可以多多去购买桌游志第100期，就可以亲吻到冰封了。杀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，无中生有，顺手牵羊，决斗，雷杀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铁索连环，乐不思。那么多人嫌弃我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一定会吻我的，他的弹幕是这样的：狗才要去亲吻你，那我觉得你一定会亲我了。成君恩宠，报效国家。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一人夺人，以德树人。这个局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看懂他们是怎么想的，仿佛这稀里糊涂赢了。青云之蔽月，杀江东子弟，何惧于天下。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，铁索连环，过河拆桥。只有忠心，没有谋略是不够的。我若怕，非孙伯符也。万箭齐发，体训飞符，交呼热神，闪聚天之气，行天之道，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我杀，他想拿个人心牌。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，君臣不相负。然后跟我相同身份牌的就获死了。哇，妙笔在手，言墨笔墨写春秋，无所谓，挥毫退万敌，墨尽碎中苍天。父亲，父亲，你在哪里呀？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南蛮入侵，大丈夫何惧小节。火杀，杀，这个局有趣。我先把四反标出来。桃园结义，良君如有愿，助尔三军前。这把主公的放逐也放得挺好的。人突击，乐不思蜀，取你首级，赴你先土之旅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刚才关银屏的这个动画为啥那个方向是镜面相反的？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，无中生有，南蛮入侵，前尘往事莫再提起，何惧小前尘往事莫再提起，大丈夫何惧小节，前尘往事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何惧小节，前尘往事莫再提起，闪走闪，大丈夫何惧小节，前尘往事，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，汝等尽无懈可击，
铁锁连环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，铁锁连环，火攻，大丈夫，何惧小事，莫再顺手牵羊，杀！吾乃吴国之母，何人敢造次？请将我有时候葬在死人比活人有用。雷杀！雷杀！有老身在，前尘往事良寸莫再提起。献绵薄之力，良君如有怨之心，助尔三军前。杀！过河拆桥。帮我下了乐。吾善于千里。然后夏侯渊很急。九杀，他太急了。而且呢，刀杀人可，他其实完全可以。现在走是你最好的神速一，然后呢，砍我，喝酒，然后再翻面。这炽热的鲜血，父亲，你可感觉得到？汝等尽可放心。爱兵如子，胜乃可全。过河拆桥，杀！吾乃吴国之母，何人敢造次？过河拆桥，火杀！这里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火杀！杀！
国用，天宇之胜读万卷兵书，杀谢主公赏赐，料事会接受，感觉到了。我给主公筹策了超多次红色，但是事实证明补的都是普通的杀闪，国用天宇胜读不够优秀，万卷兵书之闪得主公器重，五料事绝会接受，神光不灭，心力不绝。